想趁着悠闲的假日喝下午茶、赏个花吗？台东市区鲤鱼山长沙街390巷有个转角花园，这里有美丽盛开的树花，这一朵朵桃红色的花朵是枫林木的树花，也是巴西国花。花朵的样貌远看还有点像樱花呢。因为屋主非常喜爱这枫林木，所以特别在家中前院种植枫林木，也把前院打造成一个小型的花园。那我们转角花园呢，我们在1月8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，我们举办了茶会。而这个茶会呢，以前呢都是邀好朋友跟学生家长，来共襄这个枫林木的美。但是今年我们想，这么美丽的枫林木，应该让我们全台东县的朋友都有机会进来园里面。所以那天我们欢迎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能够共襄盛举。屋主因为爱好枫林木，所以大方邀请爱花人士可以在8号当天到转角花园一同享受美好的时光。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。